林口新开幕的 Outlet 外头呢，等了进停车场的车辆停得满满满，春节期间呢，停车场要封闭，交通恐怕大打劫。非假日购物人潮超多，停车场停满满，周边道路涌现车潮。之前来就会有位置，那现在呢？现在我目前到现在半个小时，比较难走一点呢。Outlet 车辆一出，让林口地区交通拥塞，就怕春节大批民众一块塞爆。Outlet 停车场过年中午到晚上六点时段性关闭，文化二路、文化三路跟忠孝二路车道都管制，将加强取缔周边违停。Outlet 配合交管，鼓励民众使用临近停车场或者利用大众运输工具，更寄出优惠券，增加民众接驳意愿。シャトルバスを使っていただくために、クーポンをお渡しするような敷地外駐車場が全部で700台ぐらい。OK、搭公車来、然后又有优惠的话。然后相较比较方便啦，对吧、啊？因为还要找车。公车的话，应该还蛮方，应该算方便吧。不止景点跟人潮闹区，新北市警察局因应春节交通疏导，也建立赖群组，整合北北基桃宜地区，掌握国道、省道跟平面道路状况，及时处理，要让民众新春行得顺畅。记者潘建仁，关爱宣导报道。